戴首饰最怕就系同人哋撞款啦，但如果嚟大坑呢间嘅饰物概念店度 DIY 咧，就唔使惊啦。呢度除咗可以俾大家 DIY 中意嘅首饰之外咧，仲有一啲比较夸张同埋闪灵灵嘅款式，咁嚟紧圣诞节戴咧就啱晒啦。呢度咧仲有好多唔同颜色嘅水晶口罩啊！如果你自问系够潮够 fashion 嘅话咧，就一定可以 carry 得到。如果你需要去一啲隆重啲嘅场合，但又怕同人哋撞首饰嘅话咧，就可以嚟呢度自己挑选同埋制作成为一条独一无二嘅首饰，咁你就唔使怕同人哋撞啦。咁现场呢一度咧就有过百款嘅 charms 啊，打开柜桶之后咧，仲有更加多嘅选择添。咁客人咧嚟到之后咧，就可以自己选择同埋组合成为自己最中意嘅首饰啦。点解会话呢间铺头支持环保？因为咧铺头入边大部分嘅首饰咧都系用再生嘅黄铜去制成。